会不会是有人故意利用当年的事情整杨环呀？这个人会是谁呢？跟谁打电话了？明天我会去你们的杭州分部开会，要想知道报告该怎么写，那就陪我一块儿去杭州吧。有人要在我们的酒店自杀殉情，还直播，现在是谁在负责处理这件事儿？哎，先生，您先稍等一下。让开。先生，您先等一下，您是720。让开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现在他们已经失联了，酒店和律所都没有人。王杰森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比我更清楚。你想我做什么？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什么叫我想让你做什么？你该做什么，你心里没个谱吗？我跟你说，出大事了！哎，说话呢？出什么事了？瑶瑶出事了。走。去哪儿啊？找秦律师还是回找瑶瑶啊？菲菲，河东那的事情恐怕要出问题。他们很可能已经达成了什么协议。